野天鹅，一个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故事，由乌尔利希·安茨改编，绘画马克·罗宾斯基，中文翻译伊莎贝尔·张，朗读王彦行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12个国王的孩子，11个兄弟和一个姐姐艾丽莎。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座美丽的宫殿里。有一天，母亲去世了。不久后，国王又结婚了。新王后是一个恶毒的巫婆，他用魔法把11个王子变成了天鹅，然后把他们送到了大森林那边一个遥远的国家。他给女孩穿上了破烂的衣服，脸上抹着丑陋的药膏，以至于女孩的父亲没有认出她，而把她赶出了宫殿。艾丽莎跑进了黑暗的森林里。现在她独自一人，心灵深处十分想念失踪的兄弟们。天黑了，她在树下铺了一张青苔床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来到一个安静的湖边，当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时，他很吃惊。不过，当他洗浴之后，又是天下最美丽的公主了。许多天之后，艾丽莎来到了大海边，波浪上飘荡着11片天鹅的羽毛。当太阳下山时，空中传来一片噪声，11只野天鹅降落在海面上。艾丽莎马上认出了被施了魔法的兄弟们，不过因为他们说着天鹅的语言，她无法听懂。白天，天鹅飞走了，晚上，他们就相拥在一个山洞里。一天夜晚，艾丽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她母亲告诉她怎样才能搭救她的兄弟们。艾丽莎要用钱麻给每只天鹅织一件小衬衫，然后披在他们的身上，但是直到那时，她不许说一句话，否则她的兄弟们就会死去。艾丽莎马上开始了工作，虽然她的手像火燎一样，但她还是不知疲倦地编织。有一天，远处响起打猎的号角，一个王子和他的侍从骑马过来，不一会儿便站在了他的面前。当两个人看着对方的眼睛时，他们彼此相爱了。王子把艾丽莎拖上马，和她一起骑回了他的王宫。这个沉默美人的到来让强势的斯库很不愉快，他自己的女儿才应该成为王子的新娘。艾丽莎没有忘记她的兄弟们，每天晚上她继续编织小衬衫。一天夜晚，她到墓地去采集新鲜的钱麻。此时，斯库偷偷地观察着她。王子刚刚出去打猎，
四库就把艾丽莎扔进了地牢。她声称她是一个巫婆，在夜晚和其他的巫婆会面。天刚蒙蒙亮，卫兵就把艾丽莎带了出来，他们要在市政广场烧死她。她还没有到达那儿，突然飞来十一只白天鹅。艾丽莎迅速将前麻衬衫抛到每个天鹅的身上，很快她的兄弟们都现出了人形，站在她面前。只有最小的还有一只翅膀，因为她的衬衫还没有完全织好。当王子回来时，兄弟姐妹们还没亲热够呢。艾丽莎终于向他解释了一切。王子把恶毒的司库投进了地牢，随后庆祝了七天的婚礼。从此以后，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本童书已被译成多种语言，在这些已有译文的语言中，我们可以提供任意组合的双语绘本。详情请看出版社网页 www.sefa-bilingual.com。